第十八题，右图为某一种有机化合物的分子结构示意图。根据其原子种类判断，下列何者是最可能的有机化合物？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图里面白白的字叫做氢，所以这里有个 OH， 所以它有所谓的 OH 羟基，所以它应该是所谓的醇类，醇类就是有羟基的，而它只有一个黑黑的碳，那根据有机化合物的命名，一个碳呢叫做甲，所以这个东西应该叫做甲醇。所以第十八题问我们说，根据其原子种类判断，下列何者是最可能的有机化合物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C， 甲醇，因为它有 OH 羟基，所以它是醇类，因为它只有一个碳，所以它是甲，所以我们答案选的是叫做甲醇。